第一次来戛纳，感觉特别轻松，里面都有真情实感。反正我拍戏的时候跟写歌都会很用心的去写去拍，有笑啊有哭啊，反正就是很多感情在里面了。神奇女侠，我觉得电影要磨，虽然其实之前的两年有拍过电影，但现在就一直在拍电视剧，然后我觉得电影其实特别的难，你要花更多的心思和精力。希望它是一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我觉得他如果一个演员没有给一个导演想要的，我觉得一定要告诉他们，是一个我希望的是一个很严格的，然后真的懂这个方面的东西的一个导演，他知道真正的演员他需要的是什么样，怎么样给演员空间，怎么样去跟演员沟通，每一场戏应该怎么去演，我觉得这样的导演会更负责任的一些导演，我觉得我更喜欢。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有起有落，我觉得不可能一直都是这样上升的状态，可能现在只是一个瓶颈期，但如果突破了这个，我相信中国以后的未来电影方面一定会越来越好。我认为是的，然后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人人都是平等的，我觉得不能有轻男或者是有轻女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男的女的都一样。很多工作的时候遇见的可能是一个跟你并不亲近的一个人的某一句话，他做的一件事情，一个小小的细节，如果自己用心看在眼里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这些小的细节跟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自己的一种动力，都应该是需要学习的。我觉得女性的艺人都值得被尊重，不管是谁，想说的话每天都几乎跟他们说，反正还是期待，多多期待我的作品。